前段时间看见电视里讲到这个绣针菇的好处，于是对这个小巧的菌类更是情有独钟，时不时的都会买上一斤两斤的回来，吃起来也是肉乎乎的，跟吃肉似的。肉丸烩绣针菇的做法步骤：一、胡萝卜去皮切薄片，豆腐切块，绣针菇洗净；二、肉丸是做珍珠丸子剩下的肉馅；三、LG 喜欢吃团丸子，于是做了这些丸子；四、炒锅热油，加入葱姜爆香后，下入绣针菇翻炒；五、加入胡萝卜翻炒；六、加入高汤或者清水，加入豆腐块，大火煮开之后，转中火煮十分钟；七、加入调味料，再稍微煮一小会，淋香油后出锅，撒点香菜，敲敲门。一、如果想去一下豆腐的味道的话，可以先焯一下；二、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加入香菇之类的。